其实我之前都非常怕针，骨髓这个建档，那可以帮到其他人，那我很乐意，痛一下没关系。正常的怕。刚满十八岁的师大新鲜人特别来挽救建档，抢救生命要及时。帮他寻找一个重生的机会。中正静思堂第二次举办骨髓干细胞捐赠验血活动，募集到108支试管。而在新北三重来建档的民众也是络绎不绝。你早上搭七点的飞机？我搭八点的飞机。八点从澎湖过来？对。搭飞机，再坐计程车，跨海来到集美国小，为的就是要救人。好，祝福你，感恩。因为他爸爸是受赠者。然后妹妹是捐赠者，对。现在哥哥来建档，如果没有那个过程，我就没有爸爸。他没有为小姐是？那是我女朋友。我跟她说这件事情对我们家来讲很重要，所以我说希望她也可以一起。骨髓干细胞救了台湾一个家庭的父亲，也救了越南一个家庭的儿子。我的小孩是很大的贵，他的时期胖到我们这长大的一只。那玩骨髓也是2014骨髓的人开骨髓，然后请他来收来关注。想到儿子忍不住落泪，一心想要找到救命恩人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之工，台北综合报道。